下单的今天全部给大家发走。今天下单的今天全部发走。河北保定的是吧？老了就黑了，放的时间长了就黑了。你70年的，您是河北什么地儿？70的，那你还真得跟我叫二哥。对，这个越老越好吃，咱们摘的这个全是，看了吗？新鲜不新鲜？多少米一斤是吧？右下角弹窗口给您已经上车了，这个是。一单3斤，在刘闸早市上买吗？抹茶、奶盖儿，早市上有，但是我不去。主播60后吗？对，我是60的。抹茶我不在早市卖啊，你要是吃，你可以去咱农庄去拿。不过早市上也有卖的。河北衡水的二哥，年轻轻，双胞胎奶奶，您衡水的是吧？原来我在衡水集美了，没有吃过的家人们啊，二哥建议你去下上一单。那个是鱼草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鱼草。脖子累了，脖子累得慌。啊，你想干啥你哦？咋吃啊？我们把它煮熟了，煮熟了，然后切开吃。去下上一单尝一尝，挺好吃的。菱角跟什么样的？它吃起来有点板栗的那种口感，吃起来是板栗的口感。水有多深？有鱼没有？有，3米。那个壳里边还有一个像核桃一样的那个壳，有那野生的小菱角吗？没有，明年咱就有了。小的时候吃过，再找一找儿时的那个感觉吧。再找一找儿时的感觉。河北有做咸鸭蛋的，我这就有啊，我就有。不要老，老的好吃。二哥，注意你的脖梗损，别着凉。现在有点扭的时间长了，给我拿那个东西，我吃了它。还有半个馒头呢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点点赞赞吧。现在赞赞刚7000多，哎呦，刚才那么多人才7000多赞。二哥应该当演员，当什么演员啊？你导演吧，你导演当，我看我适合当什么，我就跟当演员。饿了。
干活干饿了。73了啊。没事，一会儿歇会儿，歇会儿我播一会儿。我播一个小时来着，正好你再拉一场，差不多能凑。我弄够了吧？弄够了，你一会儿弄一场再回去。哎呦，辛苦吃大馒头。这一场要这么拉，我估计着得半天。继续努力。二哥吃啥都香。我也想吃好吃的，下回带点热水方便面。每天才大概600斤左右，好几个人摘，好几个人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三条船六个人，三条船六个人，这个呀就是原生态的，如果没有吃过的家人嘛，一定要下上一单尝一尝。生的能吃吗？能吃，生的也能吃。没有吃过的家人们啊，抓紧是拍上一单，一定要尝一尝。正是吃菱角的季节。现实还好，不是，这是在咱们白洋淀里边呢。过几天去牛村。家人们，你们点着赞赞啊！你们点着赞赞，我摘一会儿，要不晚上摘不够了。小时候摘过呀，什么时候还来摘？放冰箱冷藏10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。如果要是有特殊情况，您可以放的时间更长。那我得下了吧。是你播还是我下？你下下了我播一下，好吧？我播一个小时。嗯。见不到了，那个时候老家现在广州。没事儿，二哥已经给大家上车了。想吃的家人们啊，抓紧时间去拍。我呢有点累了，我先下播歇会儿，好吧？没有拍的家人们，抓紧时间去下单吧。咱们都是现摘现发，每天。上午摘，下午再摘一会儿，大4点来钟开始给大家打包。每天就是咱们现在拍的啊，京津冀明天就能收到。我现在有点累了，我稍微停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没有拍的抓紧时间拍吧。我下播之前能拍的就拍，我如果下播之后啊，您再
拍的话找不到，你去橱窗里，橱窗里有啊。好了，家人们，我先歇会儿啊，拜拜。感谢你们的关注啊。